火锅，好久没吃火锅了。嗯，肉都藏下面了。天冷了，吃点火锅行。活珠子，越吃越上瘾。先喝汤，来点小蘸料。嗯，我大熊，美味。好，来了，咱们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美食，看都是活的啊，吸盘还能吸住我呢。生呛八爪鱼腿，兑点辣根，我这个辣根就是特别辣特别辣的那种啊，不是就是哎呀就那种特别干啥，我就少兑点，特别特别辣啊。看见了吗，它是活的啊，它还带动，第一次吃，下开始吧。哦，土味啥的，嗯，辣个人了。好吃啊，嗯，我对海鲜，嗯，没有抵抗力，嗯，
越吃越香。